歌太难掰了。哇，我觉得那个男生一定要留下，就是那个头发炸炸的。王晨艺，王晨艺可以的，他是植物大师，对啊，他就超厉害的。对，沙琪光呢？如果跳广泛的舞蹈，他会可以 handle 得到。这三个人现在状态完全不一样，中间那个就极其松弛。他很放松，很放松，他很放松。这个舞台就是他的，你看他刚才跳的时候都可以挡到旁边，他都我就是在中间。这真的太难选了。